我試過旺角或者銅鑼灣呢啲咁多人嘅地方，我係試過大叫我要翻屋企，我要翻屋企，我要翻屋企，跟住一路叫一路喊，然之後就成個踎低咗，因為太多人喺度，我係好驚好驚好驚。好痛啊！好痛啊！啲朋友约我系约十次我都唔去一次，咁其实系因为我根本门口都出唔到，我系一谂到哎一阵间又要见人，咁点算呢？今年30岁嘅森娃，抑郁症足足困扰咗佢11年。抑郁症系好常见嘅情绪病。中文大學最新的研究顯示，3.5%的市民確診患有抑鬱症。按統計處的人口推算，全港的抑鬱症患者超過200,000。而世界衛生組織更加預期，去到2020年，抑鬱症會成為全球第二大的疾病，發病率僅次於心臟病。任何人都有機會患抑鬱，跟心理、環境和遺傳等的因素有關。工作壓力、失業、金钱困扰、学业挫折、感情创伤、人际关系欠佳、身体患病和家人离世等等，都可能诱发抑郁症。生理方面，人体脑里面有数以亿计的脑细胞，如果神经传导物质包括血清素、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分泌失去平衡，就会影响了细胞和细胞之间的信息交换，情绪会大起大落，出现抑郁。看到有很多是沒有家族史 的人，是會在一個很大的壓力的環境下，如果那個大壓力是持久的，而他也都即沒辦法離開那個壓力的環境，那他出了一些情緒的反應，有時都真的未必還原得到，久而久之都會成慢慢變了一個長久性的生理失調。森娃發病的時候只是19歲，跟感情問題有關。我當時有一個男朋友，咁佢攞把菜刀挟持住我喺間屋度，就因為我講分手，咁佢唔俾我分手，咁佢就攞住把刀真係看住我呢一個位，咁就即係同我講話，叫我唔可以分手。咁我想走，但係走唔到，因為佢反鎖咗道門。咁就係喺呢一件事發生咗之後嘅2個禮拜，我冇落過床。我諗比隱蔽青年更隱蔽咯，因為我淨係隱蔽喺間房度啫，即係我係可以全日喺間房度瞓覺。點瞓法呢？就係揦住一堆安眠藥，跟住就係食一粒瞓8個鐘。哦，跟住一擘大眼，飯都冇食，跟住繼續食第二粒，瞓8個鐘。再食再瞓。专家话，根据临床观察，每10个抑郁症嘅患者，6-7个都有隐蔽嘅倾向，往往背后隐藏咗更重要嘅症状。瞓得唔好，冇动力啦，或者佢自我形象好差，自我形象好差啊，佢好担心将来啊，佢对于自己冇信心，亦都变咗佢对人亦都冇信心，冇信任啊，所以唔想接触人。要初步診斷有沒有抑鬱的傾向，可以參考一些精神科的診斷量表。過去2星期，如果幾乎每日大部分的時間都感到情緒低落，加上對任何事物也都提不起興趣，失去動力，再經常出現以下至少3種症狀，包括食慾改變、失眠或者睡眠質素差、講話或者行動緩慢、容易疲累、難以集中精神、自信心下降，甚至不想生存，就可能有抑郁了。我试过食食下饭，即系呢嘢真系最难受。食食下饭，喊，跟住屋企人唔系递纸巾俾你，系你做咩又喊啊？喊嚟做乜嘢啊？我都唔明你。我啲朋友啊，有抑郁症嗰啲啊，都自己就好翻啦。點解你靠自己噶嘛？點解你咁冇用噶？請坐下，阿霍小姐。森娃下定決心再次睇精神科醫生，按醫生建議準時服用調節血清素同埋去甲腎上腺素嘅抗抑鬱藥。
一般嚟講啦，食抗抑鬱藥嗰個療程咧為六個月嘅，大部分病人咧頭嗰兩至三個月咧已經見到有明顯嘅改善嘅。嗱，首先吸一啖氣先啦。三個月之內，我戒咗食咗十年嘅安眠藥，我嘅病徵十係最高咧。咁我當時係得翻二嘅啫。情緒好翻之後啦，剩翻嗰幾個月食藥咧，係同時咧係要做埋啲心理治療啊，教佢點樣去睇佢嘅生活啊，改變嗰個心態啊。點樣處理壓力啊？建立翻一個良好嘅人際關係啊、社交圈子啊、個人嗜好咁樣嘅。你唔好淨係諗住食藥食藥咯，咁你可能都要啊做下運動啦。咁同埋自己即係醫生同你講，譬如你要點樣 balance 你嘅人生，你要點樣去識多啲朋友，全部都要鼓起勇氣嘅。處理抑鬱，而家最主流嘅治療係藥物。大約七八成的抑鬱症病人經過調教已經可以有合適的藥物穩定了病情。除了藥物和輔導，歐美醫學界近年廣泛應用一種叫做 TMS 的新治療，隔住頭腦用磁力刺激腦部左前額葉的位置。有證據顯示就是抑鬱症的病人在那個的大腦的位置是活動比較低了、弱了的，所以透過這個的非入侵性的磁力刺激咧，就希望帶動翻嗰區嘅腦細胞嘅活動咧，係活躍翻。呢種新療法已經獲得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 FDA 嘅批准，可以向一啲食咗第一二線藥物都冇效嘅抑鬱病人作臨床應用。病人一星期要做五日嘅療程，每次30至45分鐘，連續做4星期。研究發現，連藥都用不到的病人，3至5成人有明顯的療效，亦都冇嚴重的副作用。大概做咗10日的治療，其實治療的療程未完嘅嚇。有些病人就有一個很明顯的症狀上面的改善啦。咁但係睇翻咧，佢哋嗰個腦功能咧都好大範圍地變得活躍啊，火燒咁樣咧，其實整體咧個腦咧都居然活躍翻曬。咁所以你睇到可能我哋淨係刺激嗰個比較弱嗰個位置咧，其實塌翻著成個腦。森麻嘅抑鬱症病情仍然有反覆，但佢明白一定要積極落去。你身邊的人可能不理解，咁其實唔緊要嘅。但係始終你係有家人噶嘛。咁如果你真係出咗事嘅時候，其實你家人會好傷心。其實係可以好翻嘅，無論你病咗10年、20年、30年，要係你自己去諗究竟譬如你希望你嘅人生係點樣？其實即係開心同埋唔開心，其實你自己真係可以掌握到嘅。